你把房子卖了，你还是把钱给李思雨了。是。我不是跟你说别这么干吗？我就是觉得我应该这么做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对着干？ 没跟你对着干，你是不是还爱他？我爱的是你。那你为什么要卖了你唯一的房子去支持他？我就是觉得我心里对他有所愧疚。 龚总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听到的就是我要说的。你凭什么这么做啊？我现在是这个项目的最大股东。你们黄金投资只占49%，新绿投资高老师刘洋，我们三方联合控股51%。龚总，在独步项目上，你没有任何话语权。李小姐，你难道忘了？ 你和雷浩文已经把新绿投资卖给我了。什么？新绿投资所持有的独步股份也全部转让给了黄金投资。新绿投资的6.63加上黄金投资的49，一共是55.63%。对不起啊，现在这个项目我说了算。我从来没有签过这份合同。你难道连你的签名都不认了吗？ 一鸣，你怎么来了？雷浩文在哪儿？说什么呢？我在问你，雷浩文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龚锦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要么去自首，趁人欺诈；你要么现在就把雷浩文给我交出来。陈一鸣，请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，我可是你的投资人。 你们的大股东是谁？不可奉告。合同里边可没签我不能揍你。你骗了李思雨的签名，你把新绿投资签卖了。思雨投了300万，我给了他600万，他没有亏啊。 那公司价值上，你一千200万就给卖了。我卖的时候心里一分钱都不值。你到底是蠢还是坏？小玲，现在的我，不就是你一直想嫁的那种人吗？现在的你，就是一个利欲熏心、目光短浅的混蛋。我真的爱你。 我是真的恶心你。我错了，我不能没有你。